大家好，我是高山峰。这一次在《魔女抢头婚》里头呢，我饰演张文化，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但是呢，我跟我太太很苦恼，因为呢，我们到现在为止呢，还生不出小孩来，每天呢，为了生小孩的事情烦恼。那刚好跟现任呢这个不婚主义者成一个强烈的对比，在整部戏里面呢也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。我梦想中的爱情的模样呢，其实就这个很难讲哎，可能是因为我已经结婚一阵子了，理想中的爱情这个问题离我有一点点遥远。夫妻相处啊，跟这个爱情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差距，再加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两个小孩了，所以。Pass， 对我而言，什么是理想的婚姻呢？就是呢，我觉得就是一家人呢可以开开心心的生活在一起，然后彼此依赖，然后彼此信赖。我觉得呢，这个就是我理想中的婚姻。其实，如果我没有当艺人的话呢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可能会从事广告行业，因为呢，可能需要大量的创意啊，还有热情，这是现实生活中。但是如果说是我理想的职业的话呢，我想成为一个太空人，每天从太空中那个俯瞰地球，我觉得都还蛮浪漫开心的。